真无聊，玩点什么好呢？玩猜字吧。不要不要，不好玩。爸爸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呀？农忙时节到了，庄稼都到了收获的时候，我去给乡亲们帮忙。我也要去。你还太小，等你再长大点吧。没人发现我们，快出来吧。真是太刺激了。谁说我还小，不就是用镰刀吗？看我的。加油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使劲儿。快放下，快放下，镰刀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这把镰刀是不太适合我，不过我还会捆鼠子。舒成，好嘞。开始啦。看来爸爸说的对，你并不太适合做这个。干农活真不容易，难怪古诗里说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这回到田里来收获很大嘛，以前教你的诗都会背了。那我就告诉你禾字的来历吧。好呀。嘿，禾是谷类植物的统称，包括黍子、谷子等等，也就是小朋友们爱吃的黄米或小米。禾字怎么写呢？看毛毛的啦。禾苗在成熟后，顶部结的穗子向下弯垂，把一株黍子或谷子可以看到有根须、有茎、有叶、有向下弯垂的穗。古人根据这些特征造出了甲骨文禾字。金文的禾字把茎干上的叶子沿写成了这个形状。篆文禾字继承了金文字形。之后演变为隶书的禾字略有变形，把向上的叶子写成一横，把根部的字形写成了一撇和一捺。最后就演变为现在的楷书禾字。上低垂的脑袋，禾真好记。禾只是汉字的基本字之一，以禾为主，还能造出香味的香、种地的种、秋天的秋、秀美的秀等等。今天学到了好多新字啊！点点，怎么跑到这儿来玩了？啊，点点，爸爸，你们辛苦了，我给你擦擦汗。点点宝贝儿长大喽。Thank you.
奇不奇怪？点点呀点点，调皮爱玩的小孩，学习汉字他最快。你说奇不奇怪？